哎，门口有一老太太，往那扔看半天了。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给我进去！你进去什么呀？你在那儿上班呢，我怎么进去啊？但是我不来不行。咋了？家里出事了？我跟你说大事儿。小云妈跟你说啊。你老丈人还有张叔走了以后，我一直在琢磨，我想，哎，这下他妈妈应该走了吧？啊，因为这儿没他什么事儿了，孩子我一个人带着，他根本就插不上手。昨天让我遇到了一桩事。亲家，保安，电话。哎，小周，哎呦，谢谢你哦，哇，很好很好，你怎么样啊？哦，好，事情不好了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是个大事情，我还要在这儿待几天，你的口风要记住，不能讲给任何人听，包括周总，晓不晓得？之后我自己安排吧。好了，挂了。小周啊，哎呦，真的是要谢谢你啊！你帮了我很多的忙。等我回去，我给你买上海的好吃的哈。好，再见哈，挂了。学校挺忙的啊。哎呦，当个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哦。我继续擦浴缸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丈母娘是什么人，就是一个不省油的灯。我跟你说，你必须得提防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小妈，我知道，你为了老江家的下一代操碎了心，磨破了嘴啊，你就别花这些精力在这些不值当的事儿上了。愿说啥说啥呗，怎么说也是孩子的老了，还能害了孩子不成？那嘴长他们身上，说什么咱们管不着；耳朵长自己身上，咱们不听不就是吗？是不是嘛？哎，我发现你这孩子真没长大，怎么越来越单纯呢？哎，人家上午给你讲的那段历史课是什么意思？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你这脑子就永远不会长，人家就是拉拢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儿子，你不能站错队，你时刻得提醒自己，知不知道？放心吧，我哪次不站您这边啊？乖乖。你快一点来安慰妈妈，我这颗受伤的心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，玻璃心不能破碎哈，对不对？俗话说得好，
退后一步自然宽，人生漫漫路还长。生气呢，就是用别人的缺点在惩罚自己。心胸宽广，福寿延年。太后，我先告退了啊。回来。东宫西宫都快打起来了，你退什么退啊？现在要给我想一个跟你婆婆斗，而且斗得赢的行之有效的办法。切！现在就想，想什么？出去想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哎呀，金老师，我真的希望你早一点从历史权谋的斗争当中呢脱离出来，对吧？你也热爱生活，紧跟时尚嘛。紧跟时尚？怎么跟啊？我教你 ，follow me。哦，还是有办法的嘛。我告诉你，你做事情我不放心，你知不知道？大事化小，大事化小。为什么要大事化小？你是小鱼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您好。小鱼啊，内部消息，公司巡查，而且还是微服出巡。那个妈，我这边您快回去吧，走走着急。我知道。哎，小鱼，这是你妈呀？哎呀，阿姨，哎呀，完全看不出来，太年轻了。啊，那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原先刚来上海的时候还挺年轻的，现在帮他带孩子都带老了好多了。对，不会，现在阿姨也很年轻。阿姨您好。啊，你好。哦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魏明白，您就叫我小魏就行了。小魏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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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同事。那个没事儿，到家里来，阿姨给你做菜吃。好，阿姨，一会儿您有空吗？怎么了？什么事情？我想请您帮我们一个小忙。你想出什么馊主意呢？是人家同事帮忙，帮什么忙？你说。就是一会儿巡店呢要来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店里人呢都不知道您真实的身份，所以想请您配合一下我们。你想干嘛？你干嘛？这不配合？配合？那个叫怎么个配合法呢？您呢？就这个假装大公司的采购来我们这儿看这一季的礼品。嗯。就您这形象气质，那我们店长见到绝对以为是上市公司大老板。你怎么想？干嘛？我又没有老板样子啊？有的啊，妈妈还是有的。那个行，很简单的事儿，不就是装一个？我知道。只要不是那个违法乱纪啊，我都行。好，那阿姨您就一会儿溜达溜达，行。然后呢，旁若无人，旁若无人。对，行，特简单，旁若无人，你行吗？哎呀呀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不相信我，你进去吧。一会儿见，阿姨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看哈，这些东西呢，你都可以浏览，然后。你要是喜欢什么，哎，慢一点嘛。金老师，你虚心一点。哦。你喜欢什么，就把它加到购物车里边。哦。哎，但是在购物车里边是没有付款的哦，还不是你的东西哦。你就在购物车里边货比三家，喜欢什么就点击付款。啊，够了。我晓得了。先放购物车，后付款。金老师，有我教你的一天哈。玩吧。怎么叫玩呢？我现在是谋略。你要搞什么阴谋？我的谋略就是要对付你的婆婆。不行，这不弄虚作假吗？这不，这怎么说话呢？上纲上线的，我感觉阿姨都比你机灵多了。你今天是糊弄过去的，你以后怎么办？我知道你江小鱼是销售冠军，你就是全球销售冠军行吗？这么大个店一个人都没有，咱不找个群众演员来烘托一下氛围能行吗？你冠军也得考虑一下我们季军的感受啊。还季军？那管培生一共就三人，你还季军？哎，来人了，我看这个像。欢迎光临。女士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我给我女儿选个礼物。那请问您女儿今年几岁了？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六岁，喜欢音乐跟舞蹈，有什么推荐吗？音乐和舞蹈，那这边请吧。请。
啊，我觉得这款骨传导蓝牙耳机非常的适合您的女儿，它是高强度钛合金后挂6小时的超长续航，非常适合健身呐、运动啊、跳舞之类的，您可以戴上感受一下。哦，这个是戴在耳朵外面的。对对，这样悬挂就可以了。哦，音量可以吗？嗯，这个倒是挺适合我女儿戴的，她跳舞的时候比较方便。我记得她第一次登台的时候，听的是马斯卡尼的《乡村骑士》。嗯，她应该会喜欢这个音质，我觉得。我也特别喜欢那首歌。哎，啊，你手机里有这首歌？啊，你也喜欢吗？是，我也挺喜欢这首歌的。啊，这么巧。谢谢。是这样，这款耳机呢，还有一款粉红色的。如果您经常和女儿一起做运动的话，我建议配一副亲子款，您考虑一下。你真会推荐礼物。还好。好吧，谢谢你的推荐，那就两个都帮我包起来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那给我就好。好。这边请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小姐，您看您需要什么，我可以详细给您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先看看。好。啊。您好，您的耳机。是这样，女士，您方便给我留一个地址吗？我们有一个买耳机赠福袋的活动，明天呢，我可以把赠送的福袋邮寄给您。您看您方便吗？好。你想他挺周到的，谢谢。啊，您客气了。小姐，您看您是需要我们店里哪一类的产品呢？哦，哎，我看这表不错呀，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哎呀，您太有眼光了。这个手表啊，是以镂空设计为主，它的灵感来源于欧洲的一些建筑。哦，并且呢，它是全球限量500块。不错，能打折吗？本店限量产品是不打折的。如果您今天想要的话，我可以给经理申请一下，送你点小的礼物。行，那个我再看看啊。好。给啊，谢谢。您拿好。你叫？我叫江小鱼。江小鱼，我记住了。你慢走。再见。再见。苏小姐，咱们现在去哪？回公司。好的，苏小姐。小姐，您要是想要刚才那块手表，不行我就给您多申请申请，送您个什么小皮箱啊，小水杯啊，这些。您再看看这个，我们这是我们的新产品。任务都发下去了。都发下去了，也按您的吩咐，重点看了江小鱼他们几个的报告。江小鱼考核的怎么样啊？比刚来的时候确实是差了点，不过也算不错的。这个不意外。他刚休完产假，落后了正常。对对。这么着，你准备一下，让初试过了的，直接进入下一轮吧。啊，行。谁是领导啊？请问这儿谁是负责的呀？啊。女士您好，您好，您需要什么产品吗？我给您介绍一下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呢是代表公司啊，应该说我是公司的代表。我们呢非常需要一些礼品。
这么笨呢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不是王姐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江总的朋友王姐，戴着墨镜差点没认出来。哎呦，我是，这年轻人真是的啊，见一回就知道我姓王，记性真够好的啊。我是江总的朋友，我呢要给这些啊，你看看这些。王姐，差不多了，有点讲过了。你刚刚才开始多言的，不是这样啊？那个，你像这些产品都给我拿一点，好，好吗？好，我特别喜欢你们的产品。哎呀，王姐，你说你要买我们的产品，何必亲自过来呢？就是，不需要亲自过来。您这个身份，列一张采购单，对，可以把货送到您的公司里。对，彩蛋，您可以回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可是我干嘛？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呀。别气话了，我走了啊。好的，老客户啊，老客户了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真是啊，又帅，服务态度又好。好的，您慢走啊，王姐。王姐，您慢走。刘步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刚才是我们一个老客户，老客户经常光顾我们。您看您还需要什么，我再给您介绍介绍。哦，那今天就不看了，下次再来看。好的，好的。江宇，江宇，完了完了，我好像闯祸了，我撞坏了你门口一个红色的挎子，好像是你们这儿人的。啊？什么？你不是那个？我哎呀，那个介绍一下啊。广告公司的孙小姐吗？啊，原来是广告公司的孙小姐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孙小姐。什么也别跟我来这套，你害我连工作都丢了。哎呀，孙小姐，那天你喝多了，你记错人了，不是我。什么记错人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们老板，早把你给炒了。孙小姐，咱们那个广告创意的事要好好聊一聊。孙小姐，聊什么呀你？这月奖金肯定没了。小乔，吃饱饱了，开不开心啊？啊？乔乔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你的妈妈不是人，她是一只猫。呀，是一只大熊猫。我们大熊猫啊，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就是，我们有第六趾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指头，就是在前掌啊多了一块小肉垫。可是科学家们说这很重要，有个科学家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关于大熊猫的第六趾》呢。哦，真是想不到，科学家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呢。我去。一只大熊猫，我的名字叫乔乔，乔乔乔乔乔乔乔。左左，乖乖出来哦！哎呀，我天哪，你干什么？笑得像个鸽子一样。你看，购物车，这么多的东西都是我的。我真的还说青年人不要网购，我觉得这个老年人网购起来更可怕哦。就是噻，你弄了这么多东西在购物车里干什么？哎呦，我又没有下单，都是看一会儿我也高兴噻。你千万悠着点啊，我的那个账户绑定的是小鱼的卡。江小鱼的卡？嗯。为什么不能用江小鱼的卡呢？就是因为是他的卡，我才要刷。哎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们现在都攒钱呢，他那乔乔的信儿还在你那儿呢。哎呦，压力就是动力噻！我不这样做，江小鱼就不知道养家糊口是很辛苦的。歪理邪说！哼，你教我正是时候。你看，购物节。什么购物节？你看嘛。实体店很贵哦，这是七折，还有折上折啊！不是你就是放在购物车里过过瘾也就行了啊！小点小，真的不要乱下单啊！我先看一会儿，我去洗衣服了。哦，真的是便宜。哎呦，网购太好玩了。
哎，不是，你就打算这么进去啊？不然呢？这是时尚。再说了，我刚一穿就去接你，我哪有时间卸妆啊？我怕他们接受不了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呀？让什么墨迹？坐啊，打个电话问问小鱼儿什么时候回来吃饭。好嘞，我们打个电话问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吃饭。老爸，我回来了。这就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老婆，你看谁来了？啊，还有人。Surprise！ 嘿嘿。天哪，宝贝儿，想死你了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瘦宝，你太好了。你越来越酷了啊！这什么呀？哎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婆婆，你叫王阿姨。王阿姨好。这是我最好的闺蜜倩倩。妈，阿姨还记得我？你没有朋友圈的呀？啊？你不记得呀？啊，走走闺蜜，上学时候处的可好。同学。哦呦，你这一头的棒棒，会不会引起脱发？哎呀，我这叫 fashion 阿姨，时尚。天哪，你头上梳的是什么呀？脱发？哎呦，你们年轻人喜欢这东西。妈呀，那叫脏辫儿，时尚。第一天这样，多脏啊！这个造型之前发过。你越脏越时尚。这不用吧？你在这干啥呀？走。妈，我忘了。哦，我们要吃饭了，你一起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哎呀，你还老跟人家点赞倩倩嘛？走过来，那个，我们先进去了，做点好吃的。哦。干什么工作的呀？来吧，别装了。不是吧？你要让我喝酒啊？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？虽然我很想喝，可是在我现在这个阶段，喝酒也太过分了吧？少来，赶紧的。没有酒精，但是有酒味儿。这个好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哇塞，过瘾了吗？看有种喝红酒的感觉啊！这哪发明的高科技啊？厉害吧？从美国特地给你带来的。你真好。哦，你最爱的 ice cream。不，可是，太凉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吃不太好呢。想什么呢？你以为一罐都给你啊？让你吃一口啦，就一口，应该没事吧？啊，我觉得我要飞起来了，那就让我飞得再远一点。倩倩，还是你爱我？当然了。你知道我好馋这种东西，带过来给我过瘾。怎么样，最近过的？就像你看到这样啊，吃也不能吃，喝也不能喝，对吧？哎呀，不过后面我想没事，等乔乔长大了，我带他一块儿吃。我有时候就是有一点质疑啊，你觉得中国这种坐月子的传统，真的是一个妈妈正确的打开方式吗？那俩妈现在联合起来对付我，给我约法三章。我的衣食住行，他们现在都要管，你知道吗？
别说酒啊，什么冰淇淋啊，这种不能吃了，就是有一点点刺激的东西，他们都不让我吃啊。而且，还每天让我喝一个特别难喝的下奶汤，喝上去的口感像塑料一样。为了能让我喝下去，他们还编了一个九字真言。不想他，憋住气，一口奶。听着我都想吐了，这东西怎么喝下去啊？孩子想那么老旧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，刚生完孩子，这些女人就咔咔下地乱跑了，是吗？啊，人家不坐月子的。所以就是啊，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很不合理啊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在喂奶，你让我吃，注意一点也就算了，对吧？更有甚者的是，在我坐月子的期间，他们不让我洗头，还不让我洗澡。那个到后面那几天哦，那种酸爽，哇塞，我觉得我都快发酵了，都快长蘑菇了，你知道吗？赵老师，你刚才抱我了是吗？你上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？你这一头的脏辫儿，还敢嫌弃我脏？我跟你说，你刚刚进门的时候，我拥抱你的时候都没好意思说呀。来呀、啊，互相伤害啊！来呀、啊，凑到一起，咱俩好闺蜜呀！来嘛，互相试一下嘛！不要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不好吃啊？嗯，今天这粥太咸了。不可能啊，我就搁了那么一丁点盐啊。没事，可能我最近胃口不好。哎，我一会儿吃点面包吧。不想他，一口呗。左左，你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什么都要吃。你不吃，你哪里有奶水嘞？哦，正好该喂奶了，我就给乔乔喂奶。哎呦，我们喂奶了，吃饭饭，嗯，喝奶了。哎呀，咸吗？你尝尝看，我觉得我。很正常嘛，就是啊。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？哦，产后抑郁症。什么抑郁啊？抑郁。哦哟，不是，你现在的年轻人这生个孩子怎么那么……不是，你说我们那个年代生个孩子嘛，就是母鸡下了一个蛋。对了，他这个样子会不会跟昨天那个女的有关系？平时不是好好的吗？昨天那个女的，你觉得是这个原因啊？哦，你这样，哦，咱们俩呢，结成一个同盟，我们两个联手啊，你来吸引他的注意，我去看他的手机。我吸引他的注意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关键是你。你怎么打开他的手机啊？他的密码悄悄的生日。他什么都是弄的悄悄的生日。真的。哦，亲家，我是把你看成我的同盟，我才告诉你的哈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我这个人的嘴巴是非常牢的。先吃饭。那我把他这碗粥喝了。哦，你喝吧。哎，能帮我填一份市场调查问卷吗？我们有礼品。不了。哎，你好，
能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帮我们填一个市场调查问卷吗？能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帮我们填一个市场调查问卷吗？我们有礼品赠送呢。啊，您好，能帮我填一个市场调查问卷？不用，谢谢。您好，能帮我填？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帮我们填？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帮我们填一个？您好，能帮我们填一个市场？喂，妈，我这工作呢，这忙着呢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没有。左左，你把你自己关到里头干什么嘛？你出来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一起讲嘛。我们这个人多力量大，都是能帮到你的。左啊，那个是不是在里面想泡个桑拿？桑拿也不能桑这么久啊。还没开门啊？没呢。那多长时间啊？多长时间啊？40分钟。那么久啊？啊、嗯，这个钥匙你有吗？没有，当时租房的时候房东就没给我这把钥匙。你左呀，老公回来了，你把门打开，有什么事跟老公好好说说，好不好？走啊。妈，要不这样，没什么大事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跟他好好做好工作啊。来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绝对没事啊。老婆，我把两个妈妈劝走了，你把门打开，跟老公好好聊聊呗，好不好？什么心事跟老公说说，好吗？我是不是胖了，变丑了？没有啊。再说了，那产妇体重有浮动，不挺正常的吗？那我就是变胖了，所以你对我又没有新鲜感了，你开始嫌弃我了。没有啊，老公怎么可能嫌弃你呢？老公最喜欢你了啊。你看看你现在这种表现，就是嫌弃我，你不爱我了。老公怎么可能不爱你？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最爱你，只爱你啊！那你为什么晚上不抱着我睡觉呢？你以前一直说，不抱着我睡你就睡不着，可是现在你不抱着我睡，睡得更香。就因为这点事儿就跟老公做呀？还认为我在做？不是做。哎呀，可是你不得体谅一下老公吗？你说是不是？每天工作好辛苦的，回来好累了，老公又疏忽了。那你每天都会累得像死狗一样吗？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，你也可以跟我交流啊。我不想跟你说，不是知道你带孩子其实已经挺辛苦的，我再跟你说。你还知道我辛苦啊？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再辛苦加班不会超过12个小时吧？我24小时都要照顾乔乔，还得照顾两个妈的感受。我每天就盼着你下班回家，就晚上睡前我们能聊那么一小啪啪的时间，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。可是现在连这个权利都剥夺了，对吧？你也不聊了，家里变成什么样你也不管了。老公错了，我最近确实粗心大意了。我知道其实带孩子挺辛苦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你看老公表现，以后不管多累、多辛苦，回到家还是要让家人开开心心的。
你每天晚上要是给孩子挤奶呀、喂奶呀、换尿布什么的，我就算睡着了，我也起来陪着你，好吧？你是发自肺腑这么说的吗？发自肺腑。别生气了。好。那出去吧，别在这窝着了。我本来是想冲个澡，把烦恼都冲掉的。你起啊！够啦！以为你是本心化的泪啊？有啥不好的？老公，你睡了没有啊？我睡了。你说以后乔乔长大了会什么样啊？哎，会不会长得像明星啊？嗯，你别想了，咱儿子肯定比明星还帅。那倒是。哎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那不聊会儿吗？哎呀，聊什么？让我睡会儿啊！哎呀，乔乔尿了，快起来换尿布。还是儿子好使啊，一遍就上当。我也到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诚心的？我不是诚心的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这两天都说梦话了，你知道吗？还在梦里跟别人聊天呢。我说梦话了？我说什么了？说什么存款啊，上楼啊。上楼？上楼是什么意思啊？上楼是术语，是我们公司的术语，就是提拔的意思。那说明我老公还是挺上进的。老公，我爱你。爱你爱你啊！嫁给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快睡觉吧，把灯闭了好不好？好，睡了睡。
我说你们这大半夜折腾什么呢？到底要干嘛呀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没想干嘛，我也没想干嘛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两位妈，你知不知道我俩睡得正熟呢？啊！突然看见俩黑影，多惊心动魄，多吓人呐！我床头要个棍子，我一棍子就上去了，这多危险呢！你这是干嘛？你们这是？你们是来偷我手机的？就是，怎么了？就是，我第一次见偷的这么理直气壮哦。那是偷吗？那是满满的关爱。我们就是看这两天你心情不太好，就想从你的手机里找到一些答案。你们这么做，我情绪就好了。不是，妈，你要想关心左左，你就直接去关心左左呀。你偷手机算怎么回事？我问他，他会说吗？昨天是不是把自己关在那个卫生间里头40分钟没有讲话？是不是？简单，相处却难，分开还有爱的痛痒，两人的错就两人承担，我们的伞一人一半，撑多少乐观，越多少悲伤，说宁缺毋滥，这笑话谁来圆场？感情就这样念念不忘，还是当初的喜欢，忽然想起你哭到悲，想的家乡。